什么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半只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憨憨，如今才知一张空。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苏彦文一路心凉。笑声，笑声，笑声！从今日的笑声，真感到万高的身高以及乌白两朵圆人哦！哈哈哈！相公您，你完喽！相公您，你完喽！从今日，路面出来相当猛！哎，大家快点，大家快点！王家人啊，我是你的部下，请你跟我认定，请你跟我认定啊，认定啊，跟你认定啊。哦，您哥哥投入情海疆去吧。遵命啊，遵命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。王家人，出来！王家人，你这个蛮路的罪魁，出来跟我一决雌雄吧！我是乌丢相公人。你完啦！阿妹哦。迄、那个庄稼人安尼威力哈尼强诶，蒋公人许弹一个喷去咧半空中，安尼摔一个，我看会好安尼未打石车。喂，蒋公人啊，蒋公人哦，未好啊！啊，蒋公人奄奄一息，答要安那问事？我想你是爱甲解救啊。你定定讲我见死不救，自我不能吼。哦赶紧甲带去知名龙君听伊，一个人染天师徒遐都可能用药王甲伊救活。哎、欸，我甲伊无交配，我无法度。哦，工人难到，人染去啊！知名龙君赶紧嘞，好来医治这个蒋公人吧。抬我关来，这次我确实无可能甲伊救活咯。你讲得唔对啦哈！好是啊，你唔做大夫的人吼，记记人记，记病人病，记死人死的慈悲胸怀，唔则算吼做大夫对唔？你安尼提示，听到人足未顺的了。那论闪光人的罪，或做一天无事对啊，可以讲是幸福受福之报应啊。啊！你一生人哦，论患者是非、甲当地、甲罪行啊，这个无意思，对唔？也阁有真济人会处理闪光人的罪证啊，对唔？你得赶紧的救人为本职啦。唉，虽然也是不无道理，但是救出一生，纵然然是不敢保，会当以我都是啦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你得尽人事，耳听天命啊。啊，阮两人要来去咯，是过时咯。是，咱的计划成功咯。是啦，赶紧甲带回。军阶军阶，由闪光人带头，大进陷入宫，特别击杀吕布军咯。风雨断肠人找阴云，找到这个陷入宫所在，捡到阴云一张的遗书。成功失败，连环
天兵，你唔免悲伤，咱的缘分只有一百天而已。我本来三个月前就要死了，吕伯君怜悯咱两人的深情真爱，因此用药丹使我再活一百天。虽然短短一百天，我觉得真正快乐佮幸福。天兵，世上万物有时终，人生也难免一死，你唔通悲伤去。吕伯君心地善良，又深爱着你，愿你唔通辜负伊一片的爱心。我在天之灵会庇佑恁两人白头偕老，多子多孙。天兵，永别咯。殷殷咯。断肠人为了殷殷哭断肠啊，真是一个多情的男子。你是谁？吕伯君就是我，因为我的个性坚强，专做处事，人称吕伯君。断肠人，你唔免惊吓，对别人专做，对你却是专情啊。这是殷殷所留的遗书。你这条遗书觉得如何呢？你的诡计呀！段祥林看到吕伯君演技怒火三千丈，特别提吕伯君，但是苏秦绝招却无法收拾吕某头了。呀！爱人啊，你唔通激动，我比殷殷水数倍呢。我是万教的名女人，你唔通失去享受艳福的机会啦，爱人啊！毒妇！爱人啊，你受气的是更英俊啊！呀！相公人带了兵甲，一个别去，特别围剿吕军，人无兵无卒，发生相逢不死之斗。在了乱军中时，斩鬼才才势如破敌。相公人窜过中回路，这个时阵断肠人特别使出武功山的绝技。武功山对着吕伯君用人李兴功，这个时阵相公人来坐定。行吉勇到一处，好，竟然恁两人联手对付我，我就不念情咯。吕伯君已经演成一人三化攻击吉勇。赶到现场，吕伯君，你妄想一口独吞，吕伯君，你应该受罪抵灭啦！呀哈！吴明启激烈队伍空中翻鸟，吴明启这个输出凌空术，然后这个输出孙杨精气。孙杨真气打散了幻影一条路。
音乐秀才。闪光人得要使出闪电气功。秀才也比了闪电功打上，段强人金碧如白光，本身如白光对段强人眼睛睁明了，滴滴不出绝招，多兵器攻来，闪光人也进来，现在形成三雄对出击局面了。时阵的吕布军觉得情形不妙，双方各展绝技生死斗。一见吕布军敌势所克，吕布军重伤所处，无法运出气功路。这个时阵，吕布军解开衣裳，平在招兵，闭目待饮。三雄见吕布军的行踪，一时果然降低了锐气了。多明客自卑为怀，不忍杀人之转身离去。此时的段强人也念及一夜夫妻必死之因，将双剑担在吕布军的面前，翻头而行了。人不死，天下不安。闪光人捡起阴阳双剑，插入吕布头的腹中。呀！啊！哼！摸头吕布军身中重伤，还躲过死亡的界线。伊要拖命到青海疆去。一路分分秒秒回忆过去的情景。断肠人啊，成功失败连环台，伤心你是来行来男子汉不惊苦，心杂足打过难关，不免对我爸爸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你免去怨叹，名声就爱高赞，心里是来行人。断肠人啊，这边面闪光人当断肠人握手言和，因两人向青海疆出发路。就怕过难关，面对我爸爸刁难，因为
王家人为着要报答吕伯君救命之恩，伊做着最后一次，将吕伯君再要救进静海宫去了。巧多兵器，无名何必得？有名得不了，名条日正过。哦，这位前辈，多兵器啊，啊，你敢知影庄稼人杀害闪光人的代志？啊，有可能吗？哎哎哎，啊，但我啊这年老啊，干嘛去骗你哟？嗯，这可能是仙家所用的计策吗？仙家所用的计策，多明客，你所讲真是使我莫名其妙呢。因为无可能有两个闪光人吗？啊，两个闪光人是闪光人参加地主博君的行列。哦吼，原来安尼地主博君的真面目，我无赶紧来去甲看一下嘛，明了吼。哎，文士啊，赶紧的来看一下地主博君生作如何了。多明客啊，事情不妙咯！哦，姑娘怎样心？阮小凤啊，已经中毒昏昏迷迷咯！赶紧去看麦啊！赶紧的啊！我先接到这个消息，也三怪老祖啦！啊，人个幺幺来给你看，我嗨啊！一群个水准拢平平啊，啊老官老面子呢，啊你解毒很好呀，安尼解药嘛是无效啦，是你无嫌怪老多，嘿用什么药好呀，拢无相干啊，替我管来。哎，农民兄，你看这个杨小红是不是女善良？你点点，哦哦念念。啊，食着地中梅，吼、哦，地中梅，师傅啊。啊！这查某囡仔哈尼水，那死嘛真可怜，而且真假身哦，搁伫咧骗所的人里咧。唔卖讲安尼啦，讲安尼有够歹听啦。恁两人管顾小芳，我去求见金针客，替药王来解救啊。我甲你讲哈，尽量做感情回小芳，伊看会甲你感动着，说落去，互你带出去呗。嗯，行啦行啦，我跟你讲啦。我呢人家己拢呆呆呢，嗯，伊个目标唔是伫我遮呢，我这是做瘾头好尔呢，对。哦，你要做瘾头，哎，袂使你哦，袂使你做瘾头哦，爱甲管顾好伊好势呢。我来啦，我来啦，我好势，我好势。银江客。齐敏龙，恁师徒听着，我相信你应该安怎做拢知影才对啊。卢新龙化作姚小凤，击中了地中梅，命在旦夕。龙源军甲会来找你取姚王，想得要解围。你若无将物件予伊食，有失医生的风度，也要将姚王赎回，对我庄家人真歹交代。你也是随我到静海宫来去观光吗？什么？罪魁甲咱压迫啊！老师，动手！不许动手！咱师徒应该都爱严加避世啊！哎，庄家人啊，阮师徒随你到静海宫去吧。生灵识时务，知进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前辈银染客在吗？银染客在哪里？市民龙君在何处？嗯，内面不见半人。这个地窝还阁烧烧嘞，可能去动我寒山吧？看来。银染客前辈在哪里？市民龙君在何处？郑叔叔也不应答，为何不见呢？可能被人抓去吧。啊！小凤，这边如何是好呢？对了，到青牛山求见金乌老祖就是。
听会详细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有人要来救伊，你赶紧离开青牛山，到北市去退稳，否则。阿是，钟家人，我一定照你的交代啊！我离开青牛山了。花花半仙绿水平听着，有人要来救友，你是该拒绝。我这钟家人宣布大开杀戒。是，照你吩咐啊！我早食延安呐。威魂王崔阳，你绝不能帮助中原军甲。哼，你这个办落罪魁钟家人死未去，我实真无相信啊！你敢敢威胁我救人，跟你有甚物关系啊？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五前辈，五前辈威风吹扬，催五前辈进座啊！总监进啊！万我罪魁钟家人，你真苦。杜明启，你以为我死了吗？钟家人，你已经脱过死关了，你应该悔悟当初之过，改邪归正才对哦。真简单了，你要解救姚秀芳也无困难，只要你会当渡过青圣桥，使我甘拜下风，回山退隐。一来咱的修行化为乌有，二来你会当摕着药丹解救着姚秀芳了。钟家人，君子一诺千金。人呀，好，我就渡过青圣桥吧。要探出多名客是不是苏彦文，所以用出一计，多名客能渡过青圣桥吗？段昌林，你能用下我的处，我万分感激。化敌为友，既往不咎，这是我最后一站，应该探出情海中的奥秘。我跟你动真了。好，金光万波随机千条，奥秘奥秘奥秘，蒋公林段昌林能探出情海中的奥秘吗？卢伯君能复出吗？请看续集遍地分晓，苏彦文一路神勇。